看到自己最喜欢的歌手在舞台上闪耀，是所有歌迷的心愿。如果偶像的发型和造型不够精致，导致未能发挥偶像实力，粉丝们就会发出强烈不满。比如 TWICE 作为公认的 K-pop 代表女团，但服装和造型却屡遭吐槽，粉丝甚至呼吁 JYP 换掉造型团队，但 JYP 似乎并没有采纳。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与偶像视觉造型有关的争议内幕。大家首先好奇的是，公司是否接收到粉丝对其组合造型问题的反应？结论是，是。由于 K-pop 经纪公司的性质，不可避免会对粉丝的反馈敏感。那么为什么粉丝不断抱怨，他们却不做出改变呢？因为偶像团体的发型和化妆造型涉及到各种人员。 K-pop 经纪公司的内部人士表示，一般来说，偶像的美发和化妆沙龙是考虑到制作团队的各个方面决定的，即使改变沙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他们的一些造型效果并不好，因为许多分支交织在一起。如果我们改变组合出道以来一直合作的店铺，那么就代表着形象的转变。如果继续在同一个沙龙接受发型和化妆造型，即使给定氛围也会受到限制。爱豆韩社，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